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因为我的健身操上的 YouTube 很多人都在看，都在练习。之前呢，我是简单罢了。今天我要真正的讲解给他更明白一点，跟大家更了解一点。我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做，讲解给大家，去继续跟我练这个健身操。因为里面还有一些漏掉，所以今天我重复多一次。现在我要开始讲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的颈。我这个颈呢，在30岁左右的时候，每天都是扭到，扭得很厉害，找了很多医师都医不好。后来自己想，我们这个颈就是靠着后面两条，这两条骨后面的背颈这个。这个关节，所以就每天早上坐在床上，睡醒的时候坐在床上，只是转这个头，转左边右边20下，上下20下。我练习了这样，到现在已经大概50年左右都没有痛过一次。在这50年里面啊，很爽，可是我没有窃喜过，每一天都是这样做。睡醒的时候，我们坐在床上，坐，1、2、3、4、5、6、7、8、9、10，1、2、3、4、5、6、7、8、9、10，上下20下，1、2、3、4、5、6、7、8、9、10，3、4、5、6、7、8、9、10，20。你看我练到这个颈啊，到现在，一个老人家80多岁，可以这样做吗？可以这样做吗？绝对不可能的。是吗？可以这样做。你看我做到这样激烈，我不会扭到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要是这个颈啊、背部常常扭到，照我这个方法去做，我保你们会好的。好，现在这个是我已经讲解这个颈了。那么后来我在50多岁的时候打球，打到这个大腿的关节去扭到。扭到了以后，医到4、5年都医不好。医不好的时候，就去找这个医师，找那个医师，都是给我止痛药。后来去找一个斑马西，他姓林的，他说：“安哥，你不要吃这种止痛药了，吃这个维他命 C。”上次我已经介绍给你们看过了，哎，我再给你们看过。所以你看，我常常把他的酒放在身上。就介绍人家去吃。这个是维他命 C 咯，这种维他命 C 咯。我吃了这个药呢，他说你去给他痛一个礼拜，其实没用，痛了3、4天罢了，就好到现在，好到现在。所以我也不大相信，所以每天都要做关节操，就开始做关节操。关节操是之前我是很少做，在这几个月里面我真的每天都做。每天做的时候，我的重量已经来到74kg 了，现在就剩下64kg， 怎么减掉10kg？ 所以每天做的 exercise 有激烈有轻松，对一个老人家一个年轻人都可以做的。好，现在我开始做给大家跟，最重要就是要做这个 sit up。这种叫做 sit up， 这种叫做 sit up， 睡下去那种叫做 sleep up， 睡下去那种不是 sit up， 这个才是 sit up。 我们要搬砖，是吧？搬砖的时候你一天要做几set，你要做8set、9set、4set都可以，看你能够吗？要是你能够做，你做多少？要是你不能够做，你做1set、做2set、3set，慢慢的增加。现在我开始做，你们看，你看。用这个拇指这样算，开始做要这样算啊，他就用这个拇指这样压着，你这样压着，你看你这样压着，你可以算会一定很准的。那这样压，1、2、3、4、5、6、7、8、9、10，2、3、4、5、6、7、8、9、10，1、2、3、4、5、6、7、8、9、10，2、3、4、5、6、7、8、9、10，3、4、5、6、7、8、9、10，5下，这个拇指压制，1、2、3、4、5、6、7、8、9、10，
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一百了啊，好，一百做完，要是连家里有一个铁门最好，要是没有铁门，你再找一个地方来握，因为年纪老的，他们握着来做你比较辛苦，要握着来做就比较容易。啊，开始做的时候，你看做右边右脚，在这边做的时候要做二十下，这种啊做多少都不要紧。那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个做八下九下十下都不要紧，啊，这个就不要做太多，啊，这样做的做三下就可以了，做十下，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啊，转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去做这个。这个之前呢，我每天早上、每天晚上都要脚抽筋。后来我做了这个呢，就很少抽筋了。有抽筋也是一下子就好了，所以练这个喽。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可以做七八下都不要紧。啊，这边做了就做左脚。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这个不要做太多，三下就可以了。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你看，你练了吗？打球也很好。你看你做了，你看我可以跳，啊，练了吗？你。走路啊，你迈到吗？啊，不会扭到的，所以练这个很好。这个也是我自创的，这个也是我自创的，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啊，这个是我请教人家的，人家指点我这样做，他说一天做多少都不要紧，啊，好，我们做了，做这个脚，这个脚做这个呢，是我一个徒弟，他说去中国，他回来跟我讲，安哥做这个很好。可是我就改多做多做一种，前面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是你可以做你就做系列，要是你不能做你做轻胸做十下，啊，然后做后面那个脚踢的，要是有地方握你就比较好，没有地方握你要握一个地方来握，因为老人家要是这样做很辛苦的，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里前面跟后面做了，你就要轻松一下，因为很激烈嘛，轻松一下啊，做四下，轻松一下四下就可以了，好，然后做左脚，那左脚你看，要是你能够做吗？你就做高喽。要是你不能够做，你开始做的时候啊，这样就可以了。一二三，啊，像我呢，我都可以做系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然后跳后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你看，啊，你来一下，轻松一下，六七八九十。那我这边扭到了，一了五年左右六年都不要好。现在你看我这样做很激烈，我这样的脚这样踢也不会痛，也不会痛。你看两只脚都很好。啊，这个做了啊，做了，你就要做这个腰哦，做这个腰。要是有地方握脚，没有地方握也可以做的。啊，没有地方握，你就要这样做。啊，转左边四下，六、七、八、九、十，转回来，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啊，这种腰力腰呢，只要做三下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很多，
做了了这两种做了，我们做这个手，这个手我们做在中间先，因为拿起来很这个手很酸的，先做不了，做十下，一二三四五六九十啊，做了自己你来一下，三四七八九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然后我们做这个转弯的手，开始做，不要做激烈。前三线做轻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做十下。然后做这个手，这个是一个他们练武术的人啊，他说：“安哥，你做这个很好。”啊，前三线呢是做轻松罢了。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做轻松吧，做你看啊，现在做了我们就搬兵，老人家是不能够在上面搬兵了，看你有铁铁门的，哪铁门没有就压在墙壁这样做啊，五十下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八十九五十。要是你开始做你不难，你做轻松就可以了，做轻松好像我可以做激烈了，我可以做激烈了啊，不需要了。老人家要是刚刚练的时候，有时候你没有这种力啊，你做轻松就可以了。OK， 啊，做了这个就要跑，跑。年轻人不用，我们老人家最好有地方握，握，这样握，握好跳，自己酸，啊，开始不要做这样激烈，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一百了，一百从头来过，啊，我们一做，差不多十多钟了，重新来过，啊，做这个时候你们一会了，知道了，我做给你们看，按准，九十一二三四八九十一二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七八九十，一二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九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好，做完了就做这个喽，啊。重新来过，从头，现在做第二线了哦。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九十，二三四七八九十，一三四五六七八十，那一二三四七八九十，一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了，我们就做这个脚，这个比较激烈喽。可以的话就做高一点，不会就做矮一点。啊，好像我可以做高很高的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轻松一下。四、五、六、七、
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做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转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做完了就做作为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这个不要记那个，第二次不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不要记得。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个做了我们就做半边。好像我可以做快快的，你们开始做的，我做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不很多。三歇四歇吧，也是慢慢做，现在可以做快快的，嗯。好，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啊，好像做这个跑的也是一样，啊，跑的也是。还是有天门卧比较好，嗯，那一二三四八九十，一二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做完从头来过。今天做的呢比较辛苦，因为要讲解还要讲话，所以很辛苦。你看我这样大年纪，我的脚可以这样站，那我的脚可以这样站，你看，站不稳啊，我可以这样站。那我可以这样站，很喘了、啊，不要喘的时候，我可以站很久。嗯，喘太喘，站不稳，喘站不稳。好了，现在我们做第三线，第三线了。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三四五八九十啊 ，OK， 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啊，这个最第三写了，等一下第四写这个就不要做了。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五六七八九十，最好一个。有一个布啊放在这边，你这样打你比较痛，我是不会那。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做这个腰的，一、
要是没有握的，手一只手放前面，一只手放后面。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要是你觉得喘，你就不要撞击脸，慢慢做，不要勉强自己。啊，要是有可以，就说不做不来就不要勉强；要是做出来就要勉强自己，尽量做激烈一点。三十五六八九十，三十二三十四十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二七二八二九三四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啊，要是有贴老人家有这个贴，有贴门握着最好跑死一百下喽，啊。自己算喽，一百下喽，然后做 sit up，sit up 最好就是要搬准一点，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没有作用的，啊，这样做没有作用的，要搬准一点。啊，三四五六八九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六七八九十，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一二六七八九十。好，第四线就减少了，这个就不要了，这个太激烈不要做了，啊，这个就没有做，腰也没有做了，就是直接你要受伤了。手伤的时候就要做二十下，要支持手，帮支二十下，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很喘，这个很酸的，到底练一下，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八九十，啊，这个就要做激烈了，一、二、三、四，你刚才没有给他热身一下，你还会扭到的。现在你可以激烈了，不要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也激烈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是四下。好，啊，半边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好，要是你握着来跑的，你比较轻松；没有握着跑的比较辛苦，有握着比较好。握着在这边也有方法的，这拇指压上来，就算是咯。双下去二，啊，等一下，二四六八，八四了，九十一百，啊，你看，你看呢，啊，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一二三四
六七八九十，那一三十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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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有方法就不会算错了，准准的。OK， 好，现在做戏啊。这个是第五线了。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酸这个。刚才是这样做，现在转过来做，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九三四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七八九十，现在做五线啊，第六线了。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九十，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这个很酸，很酸，再理了一下，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种做六线罢了哦，这边这跟这个做六线的、哦、前三线轻松，后三线激烈一点，只是做六线罢了，不用做太多了。这个啊，好，做半边。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五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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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7、8、9、10，1、2、3、4、5、6、7、8、9、10，我们做六set了，现在是第七set了。3、4、5、6、7、8、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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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最后最后两set，第七set跟第八set，减了一点点罢了，再做30下，好，来。1、2、3、4、5、6、7、8、9、10，3、4、5、6、7、8、9、10，1、2、3、4、5、6、7、8、9、10，这个很酸，啊，这个就做 relax 就可以了。7、8、9、10，啊，这个要做，搬冰一定要做，搬冰可以轻松的，不需要剧烈的，你不能做，你做轻松就可以了。11、12、13、14、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3、44、45、46。好，要是你不能激烈，很喘，就轻松一点喽，不用勉强自己喽。最后第八set了，这个刚才漏掉，不要，这个多做不要紧的，这个刚才漏掉一次。15、16、7、8、9、10，3、4、5、6、7、8、9、10，3、4、5、6、7、8、9、10，这个多做不要紧的。很酸哦，年纪大了，这个就很辛苦一点，不要紧，relax哦，做好relax，要是不要勉强哦，能够做就做，不要做就做少一点。OK， 做了就这个手轻松一下咯，relax一下咯。好，这样这个一定要做哦，这个我们可以做轻松，可以做激烈。要是你不能嘛，轻松也要勉强去做。这个最对我们身体很好的，因为身体要压制，你看管住这个身体压制。6、7、8、9、10、11、12、13、14、15、16、17、18、19、1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8、9、10、11、12、13、14、15、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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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哦，现在第八节喽，第九节。我每天都是做八线嘛，今天我是示范给你们看罢了，可以的话吗？做九线可以的话做十线，啊，今天做十线给你们看，可以的我做十线，可是我不要勉强，太辛苦了。对呀、啊，刚才做这个，要做这个了，不要做这个，这个手要这样做了，要放表。刚才三十下的是三十下放式的，现在后面两线你九线跟十线呢，我们手要这样放了，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你来一下。啊，这是第九线喽，啊，做半边喽，啊，刚才半边我做了，不要做，啊，现在是第四线了，最后一线了。可是年轻人可以做吗？做到十二线、十三线、十五线都不要紧。可是最后是简单罢了，集中罢了。我没有流汗的，今天特别流汗，因为不可以拍风扇。我每天做都是在这里吹风扇，所以不大会早上四点多，最迟也是四点半，早上四点半就起来做了。早上做很凉。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六七八九十，一二，六七八九十，五六七八九十，十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这种气奥呢是来自中国的。中国有一次路经过这里，他要去全马去打友谊赛，借我的礼堂做这个 S 赛。他打了球要开始也是做气奥，打了球出来也是做的。我就问他，这种有什么作用？你练这样啊，轻松的 S 赛，练到你的肌肉结实了，以后你做激烈它不会膨胀。而且练到你的关节，你这样做，你看下面的关节跟上面的关节都移动，啊，做关节都移动，所以这个很好的，啊，又轻松，老人家又可以做，啊，好，现在最后一线了。
后面两 set 就做这样的。3456789101234567891，很酸啊。567890。你看我还可以做系列，其实我可以做的，我不要做太多，啊，我不要做太多，我可以做的，啊，最后一些我可以跑快，我还是可以排，我还是可以做的。3456789101234567890，3456789101234567890，3456789101234567890，3456789101234567890。好，我还可以做系列哦。今天吃饭的不要喘，还要讲话，还要做多。你看，我现在85岁，我可以跑快快的，啊，我可以跑快快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穿了哈，啊，你看我还可以讲话，我做40下快快的还可以讲话，证明说你长久的训练啊，对我们身体很。肺部心脏什么都很结实。好，做完了吗？我们要熬一下这个腰，最好贴门咯，墙壁怕会溜掉咯，怕会溜掉，不要太远，因为你要熬这个腰。好，要拿高一点，这个拿起来跟肩膀这样高，压的时候跟肩膀，因为我们这边拿下去啊，腰刚刚做了，你累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很爽了，你做了。不过做太多好像会酸，可是等一下你上个一休息一下，觉得很爽啊！做完了最后了，呼吸的时候。呼吸进的时候，出的时候，嘴要开。耶，好，10下就可以了。进的时候呼吸，出的时候嘴开，吹出来，啊，这样多久？做多久？45分钟。啊，45分钟，啊，可是你看满身大汗了，你看满身大汗了，啊，可是我早上做呢没有流汗的，因为我的风扇在那边旁边吹着，外面有风进来，所以流一点汗罢了，有一点汗了。现在这个要重量了，要满身大汗了，啊。辛苦啊，今天做的比较辛苦，因为什么要表演还要讲解，所以比较辛苦一点。你看我做了没有什么，可是做了好像你走路的时候好像要背这样扑扑的。我给风扇开。啊，今天的真正的这个真正的录了。这个就